我们这里介绍的是三角函数的定义。那三角函数的话呢，既然叫做函数，它就是一种对应关系。那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三角函数的话呢，整体来说有六种。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种。等我们的话呢，后面所介绍三角函数的一些。 呃，关系式之后，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就 sine 跟 cosine 就够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先来给各位同学复习一下三角函数的最重要的叫做定义。sine 的话呢，我们是建筑在哪里呢？一个直角的三角形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。那 sine 的话呢，我们的记作是这边的话呢是 sine，所以是斜边分之对边，各位同学记得。 斜边分之对边，那现在各位同学来想一想，三角形里面的直角三角形斜边是最长的哦，所以斜边放在分母，那大家应该要知道它绝对不会超过一的，绝对是在一以下。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cosine，cosine 的话呢是斜边分之邻边，我们的记的方法是这样子，c，我这是以前在呃国中的时候的话呢。 是就是这样教的，斜边分之邻边。那邻边的话呢，是斜边分之邻边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斜边分之对边。我们只要把它记清楚了之后，第三个 tangent 就没关系了。tangent 的话呢，我们不用死背，你们就记得 tangent 不要去记，sin e 除以 cosine 就可以了。sin e 除以 cosine 就是 tangent。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大概我叙述三角函数的定义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这么说了，角度值，它由一个角度对应到一个值，这个就叫做三角函数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来介绍下一个部分，叫做三角函数的特别角。来，我们看看特别角的状况。各位同学看，你们要是去。 文具店去买三角板的话呢，它会给你两片，一片的话呢，就像左边的这一片，一片是像的右边这一片。那左边的这一片的话呢，它的话的比例是什么呢？各位同学，这个地方是三十度，这个地方是六十度。那各位同学知道这是直角，那这是一个固定比例的。我们的话呢是怎么怎么看呢？我们说三十度的对边是斜边的一半。 这个地方是一，这边是二。根据我们的毕氏定理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地方是多少呢？二的平方减掉一的平方等于根号三，3, 这是一比根号三比二，这种就是三十度、六十度、九十度的这种比例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一块三角板，它的话呢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。那这边的话呢是一，这边是一，这边是多少呢？ 根据毕氏定理告诉我们说，这里是这是四十五度角哦，这是四十五度角哦。那这边是多少呢？这边是根号二。那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三种角度是我们一定要熟悉的，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熟练。各位同学只要看到了这个角度，我们就要能够写得出答案来。那我们的话呢，教同学怎么记忆啊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sin 三十度。 斜边分之对边，sin 三十度是斜边分之对边，所以这个地方 sin 三十度是多少呢？二分之一。sin 四十五度是斜边分之对边啊，各位同学看一下，斜边是几？根号二，对边是几？一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建议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根号二分之一，你可以把它上下同乘一个根号二，所以这边是二分之根号二。 那、啊、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这是二分之根号一、根号二。啊，这边呢，sin 六十度，六十度在这边，斜边分之对边，六十度的对边是根号三。那各位同学这样好记吗？它是根号一、根号二、根号三。那 cosine 呢？cosine 的话呢，跟它一样的简单。cosine 的话呢，是斜边分之邻边。 来，我们看一下斜边分之邻边，那是多少呢？二分之根号三。哎，各位同学，我还跟你们顺便跟你们说一下，cosine 三十度就是 sin 的六十度，cosine 的六十六十度就是 sin 的三十度。我顺便跟各位同学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等式，就是说，比如说 cosine 十度。 各位同学的话呢，你可以问你们，你们可不可以回答呢？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后面可以证明。同学的话呢，写出来不要毫不犹豫的直接写几度呢？八十度，只要两个相加是九十，这两个都可以替换。那这个地方四十五度，当然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们看一下喽，这边是根号三、根号二、根号一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tan g e n t 的话呢，我们是最不熟的，没关系，tan g e n t 的话呢，就直接 sin 除以 cosine 就好了。那各位同学来看一下，上面除以下面，那就是多少呢？根号三分之一。这边呢，这个除这个，哎，你发现 tan g e n 四十五度是一。 tangent 的话呢，如果你们忘记了，只要各位同学 sin 跟 c o s 没有忘记的话，tangent 就没有问题。那这个答案是多少呢？根号三。可以，各位同学可以稍微呃很轻松的去把这个表的话呢，练习一下。那对于我们三角函数的基本上的特别角，你们就会比较能够熟练了。那这个特别角的部分，我们就大概介绍到这边。